接下来我们要讲解的是无有慈心起慈心，好杀戮者起悲心。我们请依云师姐来帮我们做示范。无有慈心起慈心，我们先做一个挥拳的动作。无有慈心起慈心呢，把双手往上。好杀戮者呢，我们右手往上做一个砍的动作，然后再把手收回来起悲心。张毅师兄，从这段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有慈悲心啊。因为慈悲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。在无量劫以前啊，在地狱中呢有两个罪人，那他们共同拉了一部很沉重的铁车，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体力不支晕倒了，那狱主看到呢就很生气的去殴打这个晕倒的人，那另外一个人呢就心生怜悯，就跟狱主说可不可以让我来代替他，我一个人来扛这部车。结果呢狱主就更加生气，反而去殴打这个讲话的人。那这个人呢，因为他心生一念的慈悲，结果呢就结束了他地狱的业报，而往生逃生到刀立天去。哇，这个人好有慈悲心啊。是啊，这个人啊就是佛陀的过去生。哦，原来佛陀也曾经在地狱道。哇，慈悲的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。